不好意思啊，我家有点乱，没收拾。你随便坐。安康，你看那边的架子上面有什么？赛车。<笑>谢谢你帮我去接安康啊，我也没想到我们家门口会躲了那么多人。你别太担心，你进来坐，你别客气。你不用换鞋啊，你就去坐沙发上去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你快去，别客气。 这种事儿啊，正在热度上，你千万别抛头露面，也别去解释。这段时间，你和安康就住在我们家，避一阵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晚一点就带安康走。你今天走不了，你明天这周你都走不了。那么多网红主播堵在你家门口，你回去风险太大了。想想安康，这件事他也会受牵连的。喝口水吧。 谢谢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啊，这种事儿呢，就是刚上来的时候火力猛，吃瓜群众嘛，就喜欢图一个新鲜。等过段时间，有新的事情爆出来就好了，熬过这阵就好了。 饿了，你饿了？那我们吃火锅好不好？来看看苏老师冰箱里都有什么。等等，苏老师，你看冰箱有奶酪棒。我不用看，这个就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棒棒，走，来跟苏老师参观参观厨房，请坐。那苏老师，嗯，我吃完饭了，你能陪我玩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我们还有睡前故事，还可以一起画画。不过现在要先做饭。那还要带着蛙进你做饭吗？嘿嘿，这个就不要提了，好不好？<笑>行了，我来吧。妈妈要做饭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玩了。走喽！别太淘啊！辛苦你了。 赛车，那你要吃奶酪棒吗？嗯。吃一个。等等。哇，你也太贪了吧！你一口全吃掉了。